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官，欢迎收看今仔日六月七日的婚礼新闻。婚礼馆高阿伯有机农园今年七闹热开幕，农民欢迎真热烈，也转手成组出去。但是最近传出有农民澄清，园区内的涉水甲排水设施以及用电拢有问题。现在只有3%的农地顺利来建设。今仔日，婚姻管理员林胜洁就伫咧议会提出质询，要求管区农政单位爱赶紧来解决问题。另外，今仔日议会外面也无平静，环保团体再次聚集做伙，顶前入侵未了电厂的许可证议题，嘛对外宣布6月10日要举办反空气污染的游行，坚持反对许可证的发放。推动有机农作，婚姻馆政府去年向大腾公司新租24公顷的农地，后租3,000多万，设置九阿伯有机农园，今年才开幕。农民新租率达到100%，但是现在却传出区内积水排水系统以及用电路问题，引起农民不满。今日婚姻馆议员林信洲也伫议会质询这项问题，希望管府重视解决。水啊，那何够？百姓要去烦恼24点钟，还阁用水还阁了大。这个是一个重点啊，第二个重点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排水的问题啊，农民最主要的是他们入水跟排水要顺啊，农民在反映的就是他们没有灌溉水可以使用，还有农田的止水阀有没有开不起来，就像刚才我给你们看的那个止水阀开不起来，还有他的水表跟马达坐在农田的田旁边，这个都是错误的设计啊！原本是一件喜事，管户众民人帮有心要做有机的农民牵线找地进驻，想袂到却变成怨声不断。婚姻馆长李忠表示，现在水电等基础工程已经请水利处、干部处协助，并且提出上大的心机来解决农民的问题。我昨昏开会，昨昏伊甲我汇报吼，开会，那么一礼拜内底必须要向我提出完整的报告。第二点，无法度通将土地来。按照契约的状态交给农民之前，这都是属于试营运的阶段，这未使讲收钱钱啦，未使讲收钱钱。好，这第二点，第三点就是讲，这个后续当然农民伊有一挂租金，吼，有一挂租金，这租金大家要按怎过来协调？议会内即阵的气氛紧张，外面也无平静。环保团体是再次聚集，反对六轻白料电车许可证的发放，并且准备伫6月10日伫斗六举办反空气污染的游行以及音乐会，为改善空气品质来发声。就是从那个行乞纪念馆，然后走到斗六圆环。音乐会的地点就在人文公园。那在人文公园，我们会有环空污的联署站，然后也会有 PM2.5 的宣导区。我们希望云林县政府，你真正用大而无畏的精神，不要再被财团绑架，审慎发出你的许可证。对此，婚姻馆环保局也提出回应：如果它的排放超过环评，超过空污，那当然就从一重处分。好。那如果说它目前我们检测的结果，它含目前重点是环团是聚焦在含硫分了哈。那含硫分它目前的检测结果都没有超过环评，也没有超过空污的审查标准。环保人士王雷平指出，六轻白料电厂三部机做许可证分别在今年6月11日、7月10日到期。如果6月11日管户结果予人失望，也无排除再次发动抗争。记者陈差不多。